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火影忍者守约不公平之战》。今天好像是疾跑啊，就是加速跑的那种秘卷啊。我第一个是佩恩上线啊，佩恩打他的是神威卡卡西，看我跑得多快，先开个这个秘卷，跑起来速度就非常快啊，一下子绕他的背后跑出去，这样直接被他吸进去，一个二技能，哎呦空了啊，两分差，直接给他吸过来，然后准备机会，哇，之前还想打我，没想到一技能再吸过来就是跑不掉了啊，再连二技能。没有引起来，要不然他的能够虐得很惨。然后开个秘卷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吸，还分身，哇，这个举起来，准备上大招啊，等待机会，一个大招起，好，这个时间还刚刚好，五秒钟应该够。再来一个一技能吸过来，佩恩换完大招之后，一定要再走两步再开一个一技能，这样才能吸，要不然是吸不住的啊。那个时间已经够的，这个一技能吸过去，对面的那个仙人、鸣人啊，这两个在动漫里面就是那个是吧，死对头啊。这边他打空了，一个一技能吸过来，再来一个二技能怼他，再平 A 连招，哇，多帅的一个连招！再来弹啊，一二三四七，哎呦，他人还不用分身，我操，这家伙太倔强了！哎，这时候开了个分身，一个大招吸起来，有个特殊的那个是吧？特殊画面啊，和就是鸣人和佩恩才有的啊。第三回合也是最后一回合，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是吧？一个一技能吸没吸到，这家伙是雷影，直接爆我们。接下来他没有分身了吧，一二三四起，一二哎呀不用起，一个技能吸下来，再一个技能，再一二三四起，二三还不这个分身跑，我也开一个二技能，我开个秘卷可以躲他的技能，哇，开个大招，哎呦我去，大招空啊大哥啊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真的是只能没办法，自己空了，他的技能全部释放完了，他没有办法再打到我，好，他现在没有分身，直接被我连死，最后还是我厉害，配音比较厉害，疾风佩恩啊，疾跑佩恩，